天气好热呀，买一个冰淇淋去吃。哎，这里好像有卖冰淇淋的，还有一个小餐车呢。哎，我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人啊。哎，那门去哪里了？哎，这不是个门啊，这边也不是呀。哎，那门呢？哎，这里有一个门，咚咚咚。我想买冰淇淋，有没有啊？啊，上那个窗户那去买去啊。那好吧。哎，我过来喽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，还有奥特曼玩具呢，我忒相信光了。哇，我看还有什么呀，这是呀，好多的冰淇淋啊。我瞅一瞅，哎，有这个冰淇淋，哎呦，还有一个椰子灰的呢。哇，这里边还有好多呢，还有水蜜桃的。我看这个是什么呀，哎呀，这还是个玉米棒的呢。我来一个玉米的，先放在这。米棒，我再来一个椰子灰，我再来一个大薯片，就来这三个吧。看多少钱呀？这三个25啊，这么贵呀！我的个天哪！哎呀，我这10块钱还不够了，这你等着我，我去回家拿钱去，好不好？先给你这10块吧，还有15少你是不是？拿回钱来喽，来，给你15，总共25。哎呀，你家的东西也太贵了，就那么2块雪糕，一个薯片就25。我以后我再也不上你这个来了，上来再也不上你这个超市来了。这个薯片不买了，别说了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